齿读食丝吧。你给我等着。确保万无一失，放一个鸡蛋迷惑下老婆。你别笑。赶紧收拾收拾，不留一丝蛛丝马迹。嗨，我又来了。哎呦我去，这家伙够狡猾的，那我就将计就计。哦，我得再确定一下。老婆吃饭了。来了。怎么又盖上了？哦，今天我选一选。选什么选了？不选。这有蛋了，我吃这个。还好我机灵，留了鸡蛋迷糊他。这家伙倒是藏了不少啊，我得吃到什么时候才能吃完？你别笑。它真香啊。自己种的香蕉就是好吃，越吃越上头。要不你也快吃啊。哦，我待会再吃，我先吃点香蕉垫垫肚子。小央，耍你的都不知道吧。老公，你帮我也倒点水过来吧。水啊。嗯，爸爸，你喝我这个吃，我不喝了。是你的。嗯，我今天那也不去，不能有一点闪失。嗯，老爸，你总是干嘛？没有了，我还没吃面呢。好吃啊。好吃，留点给我。我买了很多了。买很多。嗯，在哪里？在那里，那里。哦，拿过来。哥哥姐姐们，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呢是榨菜心，它呀是采有新鲜的食材制作而成的，去头去皮，取中间菜心的部位，吃起来呢是那种又脆又嫩又爽口。它还做了减盐的工艺，像我们平时呀在家吃稀饭呀、吃面条呀、吃包子馒头呀、吃饺子呀，都可以配上这个榨菜心。还有就是吃米饭呀、吃肉的时候呀，也可以配上这个榨菜心。它呢不仅很下饭，而且呀还解腻。现在厂家呢有活动，9块9发15包，还包邮，链接呢我放在左下角了，喜欢吃的哥哥姐姐呢可以拍到回去尝尝。好不好？这么划算啊。对啊，配肉也好吃啊。啊。来来来，这个传给你。这就完。给你。这个我吃了啊。嗯，好。干嘛了吧？洗碗呢。洗什么碗呢？这面都是我帮你煮的，这几个碗我不能洗了吗？快看电视，我来洗。你洗啊？我洗。那我走了。你快去去去。真是！我的，我也想吃。我的，我的，听到没有？我的。吃什么吃？我也吃，爱吃，给我也吃吃。对，我爱吃，当然给我吃了。你这个外人，还想吃啊？想啥呢？上海新来的。对，给我吃的，你个外人还想吃上海青呢？还有土豆炒马铃薯，这个我爱吃，这也是给我儿子吃的。都给我吃了吗？儿子，你夹馍够吗？妈，这么多菜，这夹馍肯定不够啊。
都给我吃，听到没有？你这个外人。儿子，等一下哈，还有大龙虾。还有大龙虾呢？大龙虾你不是早点端出来啊？我妈是越来越糊涂了。看什么？你还有份呢？一个外人。我不就是外地嫁给你的吗？你这样有意思吗？哎，儿子，大龙虾来了。大龙虾来了，看看。哟，真的有大龙虾。这有两三斤吧？有啊。妈，那我吃了。等一下。叮叮叮。对，这两个还有一个外人。哼，我待会再吃。我现在吃啊，某人会流口水。那夹馍呢？夹馍啊，有龙虾我还吃夹馍了？我跟你一样糊涂啊，我又不傻。那夹馍也是，给你们吃，这菜给你们吃。哦，今天啊便宜你了。你都不吃啊？不吃，不说了吗？今天便宜你了。傻不傻？待会就知道了。敢欺负我儿媳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妈，待会人家搞的那个醋，还有芥末给我，这配人家吃的好吃。想的倒是很到位，先把我儿媳妇喂饱。哦，这儿媳没有白疼。不像这小子只顾着自己吃，有时候想想生个儿子还不如生个女儿。哎，这儿子是生来气我的。妈，这香蕉也不顶饱呀，就这我先吃一个腿吧。哎呀，这怎么夹？等一下，你给我吃快点，我等着吃我的龙虾呢，磨磨唧唧的，吃的什么粥？今天必须把你馋哭。我才不稀罕你的龙虾呢，这个夹馍夹着鸡蛋土豆丝还有上海青吃，别提有多香了。笑，这家馍真好吃，香香甜甜的。哦，好吃呀，妈，松松软软的。我买了很多了，这么划算？对。哼，吃快点啦，我等的是我的龙虾呢。有时候眼前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，比如说等一下要发生的事。吃饱了，哼，吃饱了，我要吃我的龙虾了，哼，妈，我吃了啊，皮都没你的份，妈，怎么是个塑料的嘛？龙虾呢？我龙虾呢？啊，还没吃过来吃，还想吃龙虾，走，好。